ChatGPT 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用的 AI 工具，没有之一。尤其是它那 GPT-4 的大型语言模型，出了好几个月，可是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一家公司可以和它来上一个硬碰硬的竞争，直接把全部同行竞争对手都甩在背后。可是它就有一个致命的缺点，每个月你需要给20美刀去利用 ChatGPT 的 GPT-4 大型语言模型。虽然说 ChatGPT 免费的3.5模型已经够大众使用了，可是人还是贪心的，居然免费的 GPT 3.5已经那么好用了，那么付费版的 ChatGPT GPT-4 是不是会更上一层楼？订阅了就会有一个宇宙般的升级。可是还是有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可以白嫖的话，为什么要付费呢？对吗？如果你觉得我讲的对，那么这个视频就是量身定做给你的了。今天我就来分享7个让你可以免费使用 ChatGPT 的 GPT-4 大型语言模型。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别忘记先点个赞。如果你觉得我视频内容给你带来价值，记得点个订阅，打开小铃铛，因为在未来我将会发更多类似的视频，带你实时更新 AI 的最新消息，还有分享更多更好用的 AI 新工具给你们。可以帮我达到10万订阅吗？你的点赞订阅就是我创作视频的动力。如果想要更加进一步去支持这个频道，可以参加这个频道的会员，或点击视频下方的第一个链接购买我 DayDo 的调色懒人包，帮你一键调色网红照片，可以帮到你调色之余，也可以帮到我更加专注去创作的免费的内容，在这个频道给大家观赏。好了，废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这一次将会有一些不一样，我将会把最好用的 AI 工具留到最后。第一个免费 GPT-4 的工具就是 Po.com， 在 Po.com 你可以看到有很多不同的大型语言模型，除了 GPT-4， 它还有 Cloud Plus、Cloud Instant、ChatGPT， 还有 Google Palm， 你就能在同一个网站利用不同的大型语言模型，它就像一个大型语言模型的终点站，在这里每个大神都聚集在一起，所以你就能更好的去利用这些不同的大型语言模型，非常的方便，没有问题。在 Po.com， 你每天就有一个利用 ChatGPT-4 的机会，虽然说一个你倒不如不要给，换另外一个方面，它也是一个生成 GPT-4 答案的一个机会，所以为什么我们不好好利用的那一次机会呢？还有谁适合这个 Po.com？ 你的国家有限制，你不能利用 ChatGPT，Po.com 它就可以很好解决这一个问题了，你就能越区完全不用魔法，不用飞机，你也可以使用到 GPT-4 的大型语言模型，这一个就是 Po.com 的好处。下一个工具是 Aura.ai， 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可以让你使用到免费 ChatGPT-4 的大型语言模型。我们就先来看它的网页，在它的网页你可以看到它是非常的简单容易明白还有实用的，它的 UI 是超级无敌简单，让我们的使用体验真的是大大的提升了。所以你要如何进去这个网页的 ChatGPT-4 呢？首先我们就按 Login， 如果你已经有了账号，你就可以直接 Continue with Google， 你就可以利用你的 Gmail 来登录到这个网页当中。可是如果你是没有任何的账号，你就按 Sign up for free， 然后也是同样的 Continue with Google， 你就可以注册完毕了。注册了账号过后，你就能利用 GPT-4 个大型语言模型了。你能看到它的 UI 是超级无敌接近 ChatGPT-4 的，它的 UI 是真的是差不多，我们就把 Light Team 变成了 Dark Team， 你就能看到这个就非常像我们的ChatGPT 官网啊。在这里你也可以叫 GPT-4 生成图片，看到吗？这里就有一个图片，然后你就打出你要的 prompt， 它就能生成图片给你。这个也是略胜官网的 ChatGPT 一筹哦。可是这个网页和 Po.com 是一样的，你每天就只能生成一个 GPT-4 的答案。到这里可能你说，切，你每一个都生成一个罢了，你说了打，我不如不要说。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你就大错特错了。但是很多人可能看到这第二个工具，他就会划走了。剩下的人，你们有福了，因为接下来我将会分享的，它能使用 ChatGPT 的数量会提升，而且最后一个工具还是没有任何限制，所以记得把这个视频给看完，你就能很好的了解每一个工具的优缺点到底是如何，到最后可以选一个你自己觉得最好的版本，让你自己的工作效率提升。好了，那些只有一个生成机会的 AI 工具我们说完了，接下来的 AI 工具会越来越刺激，越来越好用，生成的数量也是多过刚才的。接下来的工具就是 Perplexity， 你说它是 ChatGPT， 它又没有好像 ChatGPT 页面，可是如果你说它是一个搜索引擎，它又比 Google 做得更好。在这里你可以问它任何的
的东西，就你要问他一些历史上的问题，或者是要他解决一些在你生活上会遇到的难题，在这里你都可以输入进去。简单来说，你如何用谷歌来搜索资料，你也是用同样的手法在 Perplexity 上搜索，他能得到的答案一定是非常的好，而且他也非常的快，也非常容易明白。在我之前的影片我有详细介绍过这个工具，有兴趣呢你可以去看我这个影片哦。所以平时我们在这里就能输入任何的东西，可是回到去这个影片的主题，不是说免费 GPT 4吗？非常非常容易，你看到这里有一个打开的键吗？你只要按打开，它就会开启它的 Copilot。 这个 Copilot 第五个版本就是 Powered by GPT 4， 你每四个小时有五个生成的机会，这个是比刚才那个多了很多，之前呢都是一个生成机会罢了，现在你有五个生成机会了，所以是相当的多的。就其实你要付费的版本其实也是25个信息每三个小时，在 Perplexity 它每四个小时就有五个生成的机会，所以我觉得一分钱都没有给，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好了。如果你用完这五个机会怎么办呢？没关系，我们去下一个工具。下一个工具就是 Chat for Fun， 就是这个页面也是非常的容易简单，和 ChatGPT 的页面差不多，可是它上面就多了两个不同的大型语言模型，好像Cloud Instant Quora 的公司所创造的一个大型语言模型，还有一个 Cloud Plus 是从 Cloud Instant 的版本延伸出来的一个更厉害的大型语言模型。就这四个相比的话， GPT 3.5 它就是跟 Cloud Instant 是差不多， GPT 4它就和 Cloud Plus 是差不多的，因为它们也是从一个普通的语言模型变成了一个进阶版的大型语言模型。所以 GPT 4在这里你能生成五个在每三个小时内，所以它比刚才那个多了，刚才那个是四个小时五个星系，现在是三个小时五个星系。同样的也是比起你要付费的好了非常的多，付费的版本是52个星系每三个小时，可是这个是你每个月付20美刀哦，这个你是一分钱都不用付你都能享用。我觉得真的，如果你还要挑，我不懂要说什么了，因为在我之前的影片也有人说才那一个星期或者是那五个星期有什么用，可是你们却不知道你要付费的版本其实只是25个星期每三个小时罢了，你一分钱都不用给你就能享用五个星期，我觉得是非常的好，非常的棒了，性价比来说我觉得无人能比了。而且这个 GPT 4和平时的GPT 4是不一样的，你还能开启不同的个性来和你聊天，在这里你就能选很多不一样类型的人来跟你说话，就好像有 marketing manager、 software engineer， 就好像你要写代码写程式，你要一个 software engineer 来跟你讲话会比较好，对吗？或者是 health assistant、 financial analyst、 legal translator、 social media growth hacker， 你看到还有很多不同的人来跟你讲话，而且连拿破仑也有， Walt Disney、 Disney 的创办人也有，这个是相当好玩的。现在的明星 Dua Lipa、 Ariana Grande、 Drake、 Taylor Swift 等等等等之类的明星，你要和他聊天完全没有问题，可玩性我觉得 Chat for Fun AI 是非常非常的好，它除了可以提供免费的 GPT 4给你，它的可玩性也是更大的。在我今天这个视频内，我觉得可玩性最大的是这一个。如果你想要一些更创意的答案，我觉得 Chat for Fun 你一定没有错了。在这里你也能把你的 GPT 4连接网络，你也能叫它储存你所问了的问题，所以我觉得 Chat for Fun 真的非常的棒，非常的推荐，有兴趣的朋友记得去尝试哦。下一个免费 GPT 4的工具就是 Merlin， 相信你对 Merlin 应该也不陌生，我也是有介绍过 Merlin 这一款 Chrome extension， 你只需要打 Merlin， 你只要认得它的标签，你只要把它加去 Chrome 或者是 Edge 里面，你就能享用这一款免费的 GPT 4 AI 插件了。想要启动它非常的容易，你会看到你的浏览器这里有一个小小的 Merlin 的标签，然后你就按起来，它就能打开 Merlin 这个功能了。它其实和刚才的 Perplexity 是差不多的，它也能做出相同的东西，可是它能做到的功能就比较多。它除了可以生成答案，提高你的搜索体验，它还能帮你写 email 等等等等之类的，这个我就不在这个影片讲了。这个影片我是要专注讲免费的 GPT 4，对吗？在 Merlin 非常的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好像我刚才说的，你只需要打开 Merlin 这个页面，你就能看到有 Web Chat， 就在这个网页上聊天 ，Doc Chat 或者是 Web Access， 把它打开，你生成的答案就能从网页上得到了。而且在这里，你有看到 GPT 3吗？你点下来，
你就能把它换成 GPT 4，而这个 GPT 4其实它也不是免费的，它就需要利用十个 credit 来生成一个答案。只要你有 credit， 你就能生成答案了。你每注册一个邮件，它就会给你五十个 credit， 你就能利用它那个 credit 来生成 GPT 4的答案给你。你只需要在你这里答出你想要问的问题，你就能免费的享用 GPT 4的大型语言模型了，是不是非常的好，非常的棒呢？接下来的免费 GPT 4，相信你也猜到了，就是我们的 Bing Chat。其实 Bing Chat 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因为它的大型语言模型是利用 GPT 4来和我们对话的。这个也不是我说的，是微软自己所说的。New Bing 的大型语言模型是来自 OpenAI 的 GPT 4，所以在这里你就能免费无限的白嫖GPT 4的大型语言模型，而且最重要，它还能连接网络。普通的免费的 ChatGPT 是不能这样做的，而且在这里你也能选不同的语气或者语调来和你进行对话，有更有创意的、中等的，还有更加专业的。所以你就根据你想要答案的需求来选出一个你需要的风格，你就能可以很好的利用 Bing Chat来和你进行对话。可是 Bing Chat 它就有一个缺点，我就问他 Taylor Swift 几时会来亚洲，他就能瞬间和你说出那个答案。那个答案就是 Taylor Swift 它会在2024年2月7日开始就会有一个循环演唱会，所以它的答案也是非常的快的。你就不需要再好像传统的搜索 Google 那么去搜索需要的资料，你直接 straight to the point 打你要问的问题，他就直接能给你答案。这个改变真的是非常的有革命性，它从此颠覆了我们传统的搜索的流程，它就能让我们更加容易搜索我们想要的资料。它只能生成30个G罢了，就你开启一个 chat， 你不能无限量的一直去问它，只要你到达了30个问题过后，它整个聊天记录就会没有的了，它就不会好像 ChatGPT 那样你能一直追问一直追问，或者是你把它练成一个想要的模型然后你和它聊天。因为我也看到有人当 ChatGPT 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训练那个 ChatGPT 训练成他们的伴侣，然后来和他们的聊天。到了一个程度，它是有限制的，它就不能再与你对话了，你需要开启一个新的聊天记录你才可以和它聊天。这个有点题外话了，我们说回去这个 New Bing， 它就是能生成30个答案在同一个 chat 里面。如果你是平时使用的话，我觉得是非常的够用。可是如果你要一直追问，好像你要问代码要怎样写啊，一直写错啊，你要一直追问的话，我觉得30个可能不够。所以我们就有下一个工具了，下一个工具就是在 Skype 里面的 Bing Chat。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原来 Skype 里面也有 Bing AI Chat 在里面。在 Skype 里面的 Bing Chat 它是比普通的在网页的 Bing Chat 强非常的多。那么首先你要如何开启这个 Bing Chat 在你的 Skype 呢？非常的简单，你就按 New Chat， 在这里你就搜索 Bing， 然后你就能看到这个就是 Bing Chat 的联系方式了。你就按下去，它其实和我们网页上的 Bing Chat 是没有两样的，可是它就比网页上的 Bing Chat 好了很多。你就能一直去追问问题，它就没有了那个30个聊天记录的那个限制了。只要你的聊天记录还是在的，那么 Bing 它就会知道你所聊过的东西是什么，所以它的记忆就变得更加的长了，它就不再受限于网页上的 Bing Chat。 这一个功能是非常的好用，它的 token 也非常的多，而且你看到你能输入的数量只有4000个字，然后你就不能再输入了。这一个就是 Bing 网页版的一个限制了。可是在 Skype 的 Bing Chat 里面完全没有这个问题，粘贴整个文章是没有限制的，然后叫它，你看到吗，它就能生成一个简短版的答案给你。这个也是 Skype 版本的 Bing Chat 赢过网页版的 Bing Chat 其中一个点。所以这样来说， Skype 的 Bing Chat 会比网页版的 Bing Chat 更厉害吗？这个是对的。可是为什么 Skype 到现在都还没有收费呢？其实也是有可能因为它没有那么的流行，所以没有那么多人知道。我是看一个频道 MoneyXYZ， 它的频道有说这一个功能，所以我才知道的。所以有那么好用的免费的 GPT 4，你还不赶紧去尝试？我忘了说，这个 Skype 的版本其实你电话你也能用，只要你电话下载了一个 Skype， 你也能继续和你的 Skype 里面的 Bing AI Chat 聊天，而且是随时无时无刻的那一种。那么你还需要下载 ChatGPT 这个 app， 而且你还要付$20每个月吗？我觉得应该不需要了。好了，以上的7个 AI 工具就是能让你免费使用 ChatGPT 的 GPT 4大型语言模型，一分钱都不用给，完完全全的白嫖 ChatGPT， 甚至还有一些是完全没有限制，比
原本的 ChatGPT GPT 4还来得更好。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如果你看到这里你还没点个赞，你在干什么？赶紧把那个赞给打去五颜六色。如果你觉得我视频内容给你带来价值，记得点个订阅，打个小铃铛，因为在未来我将会发更多类似的视频，带你实时更新 AI 的最新消息，还有分享更多更好用的 AI 新工具给你们。我敢保证，这将会是全网最全的免费 GPT 4的影片。不想漏掉任何 AI 的新消息，赶紧订阅起来。如果想要更加进一步去支持这个频道，可以参加这个频道的会员，或点击视频下方的第一个链接购买我 Day2 的调色染刀，帮你一键调出网红照片，可以帮到你调色之余，也可以帮到我更加专注去创作的免费的内容，在这个频道给大家观赏。好了，我们下次见，拜拜。